我还想请您给我们孩子，因为我们满族人啊讲究那个抓周。哦啊，抓周过了吧已经？不，抓周是周岁的时候。周岁的时候。周岁的时候那个抓周去抓那个各种各样的宝。看他以后从事什么工作是吧？到时候请这个郭大爷您这给我们。哎呀，我都大爷了。那大舅。大舅算娘家这边了啊，还是叫大爷好一点。但是提醒孩子以后别惹祸，要不然我挨骂。不会，这孩子绝对是您这辈子最值得骄傲的一个人。特别可爱吧？不敢说特别，是非常。那你让他给我当一干儿子得了，干脆。这个、啊，你跟他爸爸商量商量，啊。我包里，你们现场谁包里有红包？拿来红包，他直接看够数，我就让我儿子当他干儿子。哦，这里边还有钱的问题了？啊，不是这个，我就看那个。啊，好，他让我回头再说啊。你说话怎么那么顺的？这个坐着聊吧，好吗？我老怕你累着。来，欢迎沈耀军。